你个牙医啦，来来来来来，爆嘢有多音。果然系妈咪家传之宝，冬瓜豆腐羹。第时啊，我有乜冬瓜豆腐啊？边个整俾你哋食啊？菜菜菜。不过妈咪啊，我真系唔识噶。其实我连百年归老嘅事都计划好啦，你又唔使担心。信乐平安人寿保系一份专为55至85岁人士设嘅终身人寿保险，无需验身，不问健康状况，保证承保，每日保费大约18元，就算年纪大咗或者健康差咗，都保证唔会加保费。55至85岁嘅你，即刻就打8107-0911投保，预早计划好，都系留翻一份心意啦。而家即刻打嚟，保费1世9折。两个人一起买，1世8折。我许少雄提提你，即打8107-0911买信乐平安人寿保，保单即时生效嘅。计划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起来大龙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噶。当你送呢只戒指出去嘅时候咧，送俾个女仔咧，咁个男仔都会讲下自己又放咗几多嘅心思啊，拣呢只戒指啊，系咩会讲噶？会噶。因為佢方式，我驚個女仔唔知啊嘛。總之佢就會解釋一大輪，但其實個女仔係完全聽唔明白。唔係，總之你話俾我知，卡數唔會啲女仔好了解鑽石㗎。唔係細嗰啲，講緊真係靚到可能20幾歲頭嗰啲，未收過鑽石戒指嗰啲啊。我諗你身邊識嗰啲朋友，全部都成日走買鑽戒，梗係知啦，大佬啊，唔識佢咯。係咯。Rick Chin、吳千語、何飛鳳、烏嘉倫。勇闯情感禁区，激起两性革命。今晚12:30，起来大龙洞。Population finish。4:30，雷霆881新闻报道。依家由林志伟报道新闻。政府決定暫緩試行東區海底隧道減費以及紅隧海隧加費的東減紅加價方案。運輸及房局局長張炳良說，政府就分流方案進行的3個月公眾諮詢，共收到106份意見書，對建議的3個方案未有明確清晰的主流睇法。另外，他說最新調查顯示，去年東隧的每日平均行車量是72000架次，若果紅隧減價，估計東隧每日平均行車量將增至77000架次。